跟住我哋迎接我哋最後一位嘅 soloist Ambrose Cheung， Ambrose Cheung， 見到佢係會用鋼琴去為大家演奏一首歌嘅。咁先同 Ambrose 打個招呼先啦 ，Hello Ambrose。 先巡禮物，你幾多問題啊？我想問下你，學咗鋼琴幾耐啊？學咗鋼琴都超過10年啦，10、12年啦應該。好，我今日見到你唱伊先生同埋不幸事件啦，你係咪已經有啲咩感情辛酸可以同大家分享下？定係你係咪又想找翻一個伴咧？即係伊先生就未必一定咁注意係睇感情嘅，即係可能。 相遇悲歡，世上如獲至寶，千金也。
真错离。